我的读稿机呢？我的读稿机呢？哦，找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如果政府没有听见，你可以拍桌子的蔡英文。劳工永远是民进党心中最软的一块。民进党要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所以，台湾的选择，最好的选择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 大家好，我是苏贞昌，昌昌昌，民政院的工作，就是要把政府做好，拼经济，顾选情，不管你是四马讨粮，还是四马讨债，嘛莫管伊几个停车位无母号清楚。大家唯一支持一号柯英伯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文哲。感谢蔡总统与苏前院长的支持，所以是这样啦吼。别人在做的时候，你要认真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别人在帮你缴学费。不过也是这个样子的吼，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。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，必要对抗的时候对抗。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吼，不要自己发明，看别人怎么做。关于两岸怎么做，很简单，就列个清单。从没有正义的先开始做，我倒觉得是这样啦，哦，大家有不同的过去，但有相同的现在。现在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？大家好，我是阿亮啊，地沟亮，新潮流垃圾鬼，太高贵，卡卡屁，无法无天。我要送因一条歌，表达我的不满。这条歌叫做《山南山北行一道》。山南。山北，山南山北走一回，我就是恁老爸呀，恁老爸。好，刷，拜托。